Hello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我们来玩一款汽车人变身钢铁侠，有趣快速变身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这些图案可以参考 KK 画法和截图。上一期脑筋急转弯，茄子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？答案是吃菜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猜对了吗？今天再给小伙伴们出个脑。